今天的那个草地表演的表演者是来自那个南汪部落的两位可爱的美女。哦，一个是资本吗？他是资本的。是，你不是说南汪吗？老家是南汪啦，现在是剑河，还没，你还没出场，还没。对，然后呢，她叫做茉莉花小姐。那另外一个吉他手呢，就是我们铁花爸的一位女生，叫做艺文。对，那等一下我讲完话就要开始表演咯。然后介绍一下这美丽的箱子。哎，有人投了呢，有没有看到？它叫做赞美箱。那等一下呢，如果觉得它很棒，想要赞美它的话呢，可以不管你放什么，可以放到这个箱子里面。然后请支持铁花村，低消100元，谢谢。还有垃圾呢，请麻烦大家做好垃圾分类，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掌声欢迎茉莉花小姐，谢谢。哎，王一文出来了。